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收看八月十八号星期三的活力加油站，我是 Desmond 郑威耀。你好，我是王金叶。那么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活力加油站的消息呢，您可以到我们的姐妹平台城内最 hit 报新闻，以及哗啦啦好康头的 Roger 啦，我们每天都会有专题报道和你一起讨论节目的话题。好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，我是王金叶。首先带你关注截至今天中午的新闻焦点。